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敢耍我？不会吧？公子请放心，昨天我们只是睡在一张榻上，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。我难道……阿毛，把这小厮拖下去，打二十大板。是。不要，公子！啊啊！饶命啊！现在求饶都来不及了吧？打也打完了，开始办正事吧。阿毛，按照家规，在李府做出有伤风化的事情，该怎么处置？回公子，杖毙。那就把他拖出去杖毙了。我不管了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你既怀有李府的血脉，就留在李府把孩子生下来。